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高嘉瑜与赖清德联合竞总成立大会，赖清德现身力挺站台。真正是去有伊的歌声害着啦。大家以为讲伊今仔拢在唱歌，啊，唔知影讲表现第一名，讲背书卖晒啦。伊确实专业认真的立法委员，爱护高嘉瑜动算，伊若无动算一来一去，咱了两线啦。港湖选区三输对决，激进党吴兴代参战，泛绿选票分裂，赖清德更抛党内内参民调，盼选民集中支持。高嘉瑜对上国民党的候选人，一对一啦，高嘉瑜赢。但是其他候选人高嘉瑜输了，因为咱爱尊重人参选的自由啊，所以我要拜托大家，咱爱团结一点，集中选票，全力支持高嘉瑜。赖清德一边催票，同时安抚支持者，也试图抚平部分选民对高嘉瑜的不满情绪。咱论大炮吼，高嘉瑜阿莲啊，今天啊，所以为人可能看到高嘉瑜伫咧党团做决定进前。讲一寡啊，甲咱意见较无共款的，大家误会啦，大家烦恼啊，你还搁在讲这吼、個？但实际上，伊并无违反党团的规定啊。高嘉瑜立法院的投票，从来唔捌有任何一届违背党团的决议啊，拢照党咧行。高嘉瑜联合竞总成立，除了赖清德现身力挺，前卫副部长陈时中也喊话：高嘉瑜选情很危险。赖清德表态力挺，要在泛绿分裂的萨卡都助攻高嘉瑜守住国会一席。三立新闻郭顺马、玉文特别报道。